各位投资者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节目，我是李冠馨。台北股市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收盘啊，虽然说差了几点，差了四点可以站上万点啊。不过呢，事实上在今天我们看到，如果说以这个盘中的一个指数来讲的话，事实上已经都还蛮，应该说怎么讲，应该说已经都还蛮接近到万点，因为呢今天最高还来到这个10039点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脑的画面，投资朋友。所以呢在收盘差了四点就能够站上去，当然也是因为小道琼啊，本来跌下来，哎，这尾盘涨上去。不过我告诉你，那个一点都不重要，对不对？就像我跟大家讲的，昨天我们叫什么，对不对？多一点行动嘛，少一点口水，讲了一堆口水。国安基金要进场，怎么样？讲了一大堆。我请问你，你是进场了没有？对不对？即使投资朋友，即使现在我跟大家讲，现在不是直升机撒钱投资朋友，现在是什么？轰炸机在放钱呢？他用轰炸的方式，他把钱放出来。我请问大家，结果你还不出手，那钱也不会来找你。你放心好了，龙你还在冷笑喂，都在那边喷口水，一点意义都没有嘛。我是跟大家讲过吗？对不对？那些什么党的，我不好意思讲啊，因为我们这不是政治节目。你为什么不多用一点行动？但他们的行动，多生产一些口罩，对不对？多做什么？我没有，这与我们无关，我不会做。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多做一点股票？那我今天为什么标题写小事身手？我也跟大家讲过，我说真的，我很不情愿做这种事情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，好不好？我真的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收不到会员嘛，真的好好笑。我们低档敢买股票，可是问题是没有什么会员啊，对不对？当然我自己的会员会续约没有问题，但是收不到什么新的会员，逼得我只能来，我就跟大家明讲，我只能来表演一下什么叫期货。那我也跟朋友再三的强调，我们的期货很简单，你不需要买软体，你不需要买电脑，你也不需要会知道五分线、十分线、三十分线，甚至看到六十分线都不需要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有手机收得到简讯就可以了。投资朋友，昨天我没有做啦，对不对？今天给你看啊，对不对？今天给你看，今天我人在非凡的时候，其实指数你可以看到，今天指数第一段是这样走的嘛。我们看这个指数期货，我人在非凡的时候冲到第一个高点10001001020020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回到公司的时候啊，哎，第一个低点出来了，跌破了9900点。那你说我怎么出手？说这真的不难，好不好？这真的不难，不用做到太细致。什么站上什么点怎么样？怎样不用？你只要有个手机收得到讯息，我也跟大家讲，你也不用说老师你要设多少停损，不用。该停损我会告诉你，我会控制好风险，对不对？那我也跟大家讲过，因为现在美国股市说真的震荡很激烈，对不对？我也不好意思叫大家说流仓怎么样，因为万一风险怎么大怎么办？昨天盘后在翻黑的时候，我一度想要扣个买进，问题是盘后了，那算了。好不好？我们尽量能够在早上8:45到下午1:45之间，全部把它处理完毕。这是我对大家的，我对自己的要求了，好不好？投资朋友，今天来看一下10:10，这都买得到，因为跌破9900，后来跌破9900，没有错嘛，对不对？台指4月份9910到9920去买进多单，跌破9900，我call出去的时候已经9910不到了哦。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在这里这一段。这一段10:10大概这一段嘛，9922就我扣完就碰就下去了。有会员就会很紧张问我说：“哎，快意思那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不用，该停损我会通知你。其实最低也不过多少97，哎，哦，这979不是这边，最低在98多而已啦。这个不知道这数字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，最低在这里98 98 98 99 99几而已，对不对？那我跟大家讲，你只要有手机，你随时都能动作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其实我本来在收盘之前。”我这样挂的好不好？我是这样挂的。我说什么？对不对？台指期我们挂在9990到10000点获利了结。后来我怕你卖不掉，因为我今天就要获利了结掉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不用改价没关系，我改成多少？我改成9985到90。那我也跟大家讲了，你现在如果你是我的普通会员跟特别会员，我们期货讯息会放到4月底。对不对？那另外一组的期货会员里面已经正式在开始怎么样？开始收期货会员部分，对不对？那另外的事情，投资朋友不难啊，对不对？不管你用9990
去减掉9920或9910都可以，你要赚80点赚70点都可以，好不好？是不是很轻松愉快？对不对？我说真的，那没有讲，我都懒得跟你讲这个东西，所以我叫做小事身手，那没什么。我们真正的重点在这种东西嘛，投资朋友，这是我今天在 Line 在这个什么 Telegram 里面写的。如果你能两周之前就知道我对建策的行情规划，你是不是很轻松都赚得到？你根本不用担心问说会计师，你之前还有教会买在180，有人骂我，我知道啊。有人骂我啊，那又怎么样？我请问你，买在180不是也还在赚钱吗？对不对？这有什么难？我请问你，这有什么难？你知道本波段建策已经从 121.5 谈到今天最高点197了，你知道吗？197吧，我没有看错的话，投资朋友应该197左右， 197.5。我敢跟大家讲啊，这一波段上来啊，该停损的停损光了，该卖的卖光了啊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当初你是我的会员，你有听到我会员讲座里面怎么告诉你这些规划 ，IGBT 的规划，无锡厂的规划，英特尔未来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，AMD 给他多少订单，那你岂不就说真的你就安抱着嘛，对不对？又不是抱定时炸弹，这是很简单吗？对不对？所有的行情规划我都已经跟你规划好了，你在担心什么？不必要担心啊。对不对？你不用，我说真的，管他管金有没有进场，就算有进场，你没动作，一样是，我攻他背，对不对？一样是怎么样，白搭嘛，对不对？你一样赚不到钱啊，对不对？这些股票，投资朋友，我不跟大家讲过了，我才不管管金有没有进场。如果你不敢在这一天买，你这边跟人家讲什么讲？投资朋友，我会跟他讲过，我买3月17日。隔天好开心小赚，结果第三天被打跌停板，还有人笑我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我都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我这个人很宽宏大量的，请你看一下细粒怎么下去，怎么上来，今天再度的回到怎么样？回到了千元以上，昨天就回来了。有哪一档没跟你讲过？我告诉你，都跟你讲过了，一点都不难。所以我告诉所有 Telegram 的一个读者，当然你不想操作的例外，你想做空的也例外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们跟我会员一样，你两周前就知道建策的规划，你就能一起赚钱嘛？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这么简单，你也不用去看，对不对？这位现在被骂翻了，说是我们台湾网军攻的，叫谭德赛在讲些什么鬼话？谭德赛，我跟他讲，谭德赛今天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说1月初啊，中国就公布了这所谓的一个武汉肺炎这个病毒基因的序列，对不对？并在全球范围内共享。让大家可以开始研究疫苗，所以现在越来越快。目前有20家机构公司竞相开发疫苗，哇，太赞了！没有70个国家，对不对？以惊人速度推进。谭德赛说的，不是我李冠兴讲的。我说真的，这些人扯谎都不打草稿，你知道吗？就跟这位林真宇一模一样，扯谎都不敢打草稿的，对不对？他不打草稿，预购2次口罩都没中。2次预购的人都没有满，他一进都没有中，他跟我们活在平行世界。不过那不重要，不要讲这个。来，人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投资朋友，《南华早报》报道，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1月11日率先联合多个国家机构向外界释出病毒基因序列，令各国知悉情况及研发检测试剂，却在发布的隔天随即被当局勒令关闭整改。投资朋友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同一件事情，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谭德赛所讲的这件事情，一月初公布了武汉肺炎的基因组，这个病毒基因组的序列，跟这一件事是不是一样的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，那到底谁讲的是真的？我也不知道。你知道谭德赛跟习近平非常非常的好啊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不过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我也跟大家讲过嘛，投资朋友，其实真的很多人研发疫苗。老实说，我昨天才跟大家讲，吉利德这种公司。对不对？我说真的，我卖一个C型肝炎的这个药卖得很贵，被人家骂；卖艾滋病药卖很贵，被人家骂。可是人家这一次呢，对不对？人家愿意去捐150万剂的瑞德西韦，我不知道瑞德西韦有没有用啊？对不对？这个东西你要去问郭哲荣，他每天都在分析瑞德西韦什么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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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氯什么氢氯喹宁，他都分析这种东西。那我不懂，我也不想假装懂，好不好？我不想假装懂，我也没想要怎样。
对不对？我给大家看这个新闻，疫苗研发如火如荼啊，烟草大厂加入战局，当然最大烟草厂是什么？菲利普摩里斯嘛，对不对？他有一个生技公司哦，叫什么什么 Medicago， 对不对？还是什么？反正是这个生技公司哦。他说这个增产新冠病毒的类病毒类啊，哦，就是我们所谓的武汉肺炎的病毒，武汉病毒，对不对？武汉病毒的类病毒类粒哦，颗粒。然后呢，计划今夏开始临床实验，而且会预估花12到18个月推出疫苗。如果主管机关加速批准流程，上线可能会提早。你说？这烟草公司，这马做奇怪，对不对？他说：“你看，摩里这个这摩菲利普摩里斯，那另外这个这应该不同的那家公司吧，对不对？英美烟草 BAT， 他说呢，旗下生物技术公司 KPB 已经辨别出一种抗原，希望能够刺激人体对新冠病毒的一个免疫反应。目前该病毒已经在生产哦，那这一大堆。”他以前做过伊波拉病毒的药物，那他有提到说这个 BAT 呢，用烟草厂培养的植物疫苗，他是用植物的，那一般很多半用什么动物，像国光他就用蛋白啊，那一些用动物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之前讲过，这公司这不是我们会员持股啊，叫台康，对不对？台康他有什么提供蛋白载体，那就用蛋来做的啦，这不一样的东西，他们这是用植物的方式，对不对？就跟人家讲过嘛，对不对？这植物草本的东西啊，加菜的啊，加菜的。哦，这些比较怎么比较不去吃肉，比较不会生产二氧化碳的，对不对？他说啊 ，BAT 用烟草厂培养的植物疫苗，会比其他业者有更多成功机会，因为他们种烟草种成精了嘛，对不对？不过植物疫苗成本跟研发速度比传染速度低廉，而且快速。哦，后者多利用鸡蛋或其他动物细胞生产疫苗。我刚讲了，我不知道他有写这一段，对不对？没有错，就用鸡蛋嘛。国光生技不是都用鸡蛋在做疫苗的吗？对不对？烟草业者研发的疫苗通常不需要冷藏，因为它是植物的，哦啊，这个动物的东西、细胞的东西是一定要冷藏的。然后呢，可以大幅度的对供应链进行简化，这些特质有助于疫苗生产时间从数月降低到数周，并使得疫苗成本啊比使用动物细胞减少了40%。而且呢，在疫情快速蔓延之际，疫苗的生产时间还有规模重要性就更显重要。所以这个看起来是不错呢，对不对？看起来是不错。那也提到说，烟草公司之前也开发过这禽流感跟诺罗病毒的一个开发植物疫苗，不过商业上是无利可图。那当然说真的，你们这些公司啊，我也跟大家讲过了，说真的，现在这次武汉肺炎最多死的是什么？慢性病的，对不对？爱抽烟的志春健嘛，一天要抽60根烟，还有什么像我一样这种胖子，胖子也很容易死了，其他。好像比较不会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那些爱抽烟的，是不是都你烟草公司害的？那他们现在做一些这些比较有良心的事，我觉得这不是个什么坏事，真的，这不是个什么坏事，好不好？这不是什么坏事，对不对？另外跟大家提这个东西，投资朋友，我刚刚讲的，人家直升机，对不对？人家直升机在撒钱，人家轰炸机在放钱，但是你不出手，你在那边装死。你在那边装死哦！不要玩、哦、我怕出去就被电，我给他处理龙台洗。你在那边装死也没有用。你看看，投资朋友，港股跌的有没有惨？港股光是汇丰控股就跌翻天了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汇丰控股不配息嘛，这个我懒得多讲了。有兴趣，你去看新闻，这我不要讲，对不对？李嘉诚父子出手去买自己的股票。近年来啊，其实李嘉诚这长和系的股票也是他们所谓的一个殖利率股啊，对不对？就是本益比没有很高，但是配息都还不错的，对不对？他说花了7.35亿元去增持长实集团跟长和的股权，李嘉诚父子此番操作，账上已经获利1亿港元了。我不知道今天这公司有没有涨，我没有去注意看哦，因为我们长实集团这个不是在我的观察股票里面，我多半都观察那什么卓胜伟那一类的，对不对？我都观察这些东西哦，我今天没有注意到哦。我看一下，我今天没有注意到，哇，今天上证涨了2.04%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港股今天涨1.46%、哦、我偷偷看一下长实，我觉得长实是0102那一类，那一类的这个东西，长实，长实今天目前涨了1.33%，本波段我大概可以看到这边最低是33.4%啊，之后是一路的红 K。对不对？那长实的这个是哦，哇天哪，
不要因为我讲这句话，你跑到买一买长实，千万不要。你知道长实的本益比多少吗？长实本益比是 5.77 倍啊！哎，长实的本益比是 5.77 倍，对不对？那殖利率多少？看一下，它 这叫周息率啊！周息率应该就是每个周期派息的比率啊，4.28%，好像也不差。对不对？应该是我这样看，应该是没有错哦，应该也是没有错，对不对？长实集团，那我们看长和这个什么和长和，哎，是这个吗？没错嘛，长和也是嘛，对，长和也是长和00001哦，这里看就是这种是超级大权值股的，长和的本益比是 5.52 倍哦，然后呢，这个周期率是 5.56% 哦，这个其实说真的，哎。这讲一讲都想去买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哦，这个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汇丰银行最近的一个最近新闻焦点是汇丰银行哦，我们看一下汇丰银行 HSBC， 汇丰的本益比是 16.95， 对不对？股息率很高，股息率9.99%哦，那这个就这没什么话讲，不过它跌翻天了，不过今天涨4.52%了，大概是这样子了哦。李嘉诚父子出手去接自己的股票了，我觉得这都是说真的，大股东进场去买股票，绝对比库藏股有用很多啊。这大家应该听得懂嘛，对不对？我自己又花自己的钱去买，我不是拿公司的钱去那边乱炒股。哦，那这边不多讲什么长江和记哦，这个六日涨，我刚刚看也都是涨啊。这个长和长实啊，这些几乎都是涨，这都是涨，这没什么好讲的哦。那新闻上有写到说，长实集团收盘价哦44.95，市值回到16601亿，然后增持股价是38港元，对不对？这一次抄底的收益率15%，比我们差很多哦，因为我们的新日新已经涨了40%了，我新日新涨40%，所以那个不要跟他们比，因为他们钱比较多，那些钱如果拿来买新日新都涨到天上去了，这个、我懒得讲哦。账上的盈利大概1亿港元左右，对不对？我刚刚讲的嘛，很多人都在等崩盘，但真正盘一崩下来，你却束手无策，甚至你没有多余的钱能够去承接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在这个我在下来之前，我就没办法做资料，因为叶伦说他赞成啊，银行股呢不配息啊，我记得新闻是这样写的嘛，就是这一次汇丰不配息的关系嘛，为什么？这银行说不定有些都倒掉了，我跟你讲。你看到了没有？哎，台股哦，这一次从8523点到今天又上万点哦，中间弹了1500点。结果呢，投资朋友，你们的富邦从34.85涨到37.25，国泰金，投资朋友，越来越便宜的国泰金，你看看，我本来想说，啊，这中信金跌好多，结果我告诉你，哎，他们至少从中信金从16.05到17.9，哎，投资朋友，它反弹幅度好像还比他们高一点，甚至这种反弹更厉害的2884的，这弹的更多。对不对？结果你看看这些股票，投资朋友，富邦金，对不对？这好一点，但是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好买的。中寿，哎，中寿从25-26块跌下来。三商寿，你去年好不容易陪着他熬了一年，他没有股息，今年有赚钱了，去年有赚钱了，他还是没有股息，对不对？你买这些股票是要干嘛，投资朋友？你无聊吗？多一些行动是叫你去买一些会涨的股票，好不好？叫你去买会涨的股票，不是叫你在那边发呆，不是叫你买一些没有用的股票，对不对？谁叫你高档会去相信那些什么存股社团？我告诉你，钱真的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了，你还是得要出手去捡，好不好，投资朋友？所以，当你看到今天我在非凡开盘的时候，我跟他提到，小郭又出报告了，对不对？不是我学弟小郭，是郭明奇又出报告了。他说：“中国 A 股渴望在四月全面反弹。”哎，小郭报告有人在看的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说真的，我们是被迫啦，我实在不想看，但是怎么样，真的是有人在看啊，投资朋友，今天是有人在看啊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今天，对，今天 A 股啊，今天 A 股
上证涨了 2.08%， 深圳成分股涨了 3.2%， 现在都在交易当中哦。我在看的这些股票里面，什么生意科技 PCB 涨 5.9%， 对不对？深南电路涨 3.02%， 我当初都一直比错，我都把这个什么，把这细粒拿来跟深南电路来比，对不对？哎，一堆股票，什么大竹激光哦，涨 6.52%， 哦，这个户电涨 8.02%， 就是这个南子电转投资的户电嘛，对不对？风华高科这个做被动元件涨 6.54%， 哦，这个涨比较夸张的，对不对？紫光国威涨 4.7%， 哦，立讯涨 3.几%，对不对？港股部分，因为我们看到其实瓶盖股里面，顺宇光学涨 4.09%， 哦，这个给大家参考一下，反正就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小郭出来讲了啊，他说四月开始，中国 A 股的电子要全面反弹，而且要去注意什么 ？Apple 的产业链跟半导体为首选。虽然说整篇它只是更新预测 A 股的 Apple 产业链跟所谓的半导体的股价，主要公司他只敢写一个 Apple， 其他我们敢写，我不要科林五下做怎样工，我懒得一个跟你写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跟大家讲过，很多的股票你要低档敢买嘛，投资朋友，这是我3月27日告诉你的，当时是最热腾腾的消息，对不对？星星啊，投资朋友。新兴华通其实都是啦，我跟大家讲，新兴华通其实都很好，对不对？都很 OK， 我跟大家讲都很 OK。人家敢在这种危急存亡之际啊，这个关头能够怎么样？能够扩增他的资本支出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很好，你知道吗？他说2019到2022要投资200亿，拍手，他说不是，修正了。2019到2023要投资285亿，对不对？而且事实上，他也公布了财报。你说他本益比高，我觉得也还好。他获利是近七年新高，EPS 2.24，配息1.1元，对不对？很久没有看到这种获利、这种配息了。那我也跟大家讲过，对不对？其实南电也不错，只是说这一次如果说啊，就像小郭所讲的，这个智慧机供应链开始全面启动的时候，南电就吃不到这个甜头啦。南电主要不是在做智慧机嘛？智慧机 HDI 谁在做？我也讲过，对不对？建鼎啊，建鼎在做这个小米的啊 ，OPPO 的啊，但是他也做什么？苹果的这 iPad， 还有这个 Mac Pro， MacBook， 对不对？他也做这些哦，买这些，对不对？建鼎，阿宝老师啊，这个智慧机供应链，我早上跟大家讲，那营收很好嘛，8.22亿，经济嘛，对不对？几乎全无低点，前几天还在那边割戏，还在那边假死嘞，对不对？几乎全无低点，这没什么好讲的。对不对？3037，它除了 ABF 之外，它另外还有做什么 ？HDI 出给苹果的，这个你都知道了，好不好？2383，这也是智慧机供应链啊，它的上游 CCL 是出给苹果的嘛？我这样讲，大家都听得懂了吧？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到，当然不只是我今天在连线的时候跟大家讲的，我今天在盘前跟大家讲的，你不要说只是看金像电，虽然我跟你承认，最低档金像电还真的是我在连线的时候讲到涨停板的。对不对？但是涨到这里来的时候，我请大家记得居高思维。金像电去年 EPS 0.24，今年有报告写说它赚到2.4块啊，我个人是不太相信，对不对？但是相对于去年只赚 0.24， 去年有一家公司赚的这个第一个字都对吧？赚的跟它的这个小数点差不多，但是前面是一个三的公司，它叫做华通哎、欸，不要说华通好了，对不对？星星也赚的比金像电多2块钱。结果今天金像电它这样一路的狂涨，其实我没有意见，它一路的狂涨，我觉得是真的是有点离谱啦，真的是有点离谱。这我不多讲，反正黑影到底哪集？回到我跟大家讲的重点，投资朋友，大盘跌下来了，你都知道对不对？你不要再拿钱去给那些打理由那些人管理，他最厉害就帮你买 ETF。你要买 ETF， 我跟大家讲，其实我也跟大家讲过，对不对？这一档 ETF 是我唯一有在看的，叫做元大台湾 ESG 啊，哦，台湾永续这些公司里面的公司如果倒了的话，那边公司不外乎就这些嘛，什么台泥亚泥嘛，对不对？什么什么统一超嘛，大概就这些嘛。这些公司会不会倒？我相信是不会啦，对不对？那这种公司不会倒，那你在担心什么？我唯一有看就看这一档，其他我就不看了。你们一堆人跟我扯那么0056，我真的跟大家讲。不要去看什么0056，真的不要，
好不好？真的不要，你买不会倒好的公司不是很 OK 吗？那我跟大家讲，回到这边提到的，对不对？我说你再拿钱给打理由去买 ETF， 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他一年赚你好几亿元欸，美金啊，不是台币哦，赚到翻天了啊！他住豪宅，结果你们呢？住套房啊，对不对？他把欧洲的空头获利了结，为什么？因为人家跟他赎回嘛，这还用想也知道。为什么美国的金融变那么糟糕？因为他们在杠杆嘛。投资朋友，股票变便宜了，遍地都是有价值被低估的股票，现股持有分批布局，这都没什么好讲的。我讲过的嘛，细粒这个波段涨有多快？今天1130了啦，对不对？没有错嘛。后来收盘有没有更高？哦，收盘还有到165嘞。投资朋友，你看有涨多快？这都是我跟你讲的股票啊，对不对？细粒啊，这种纯中国公司。他到中国挂牌可能是两三千块的股票，我跟你讲过啊，对不对？新日新今天最高126再创新高，他已经涨了40%了，投资朋友，对不对？伺服器这个题材我讲到不想讲了，是不是需求很大？我昨天是不是还在我们的这个 Telegram 提到，这一次 Room 嘛，哦，我常在讲到 Room 这一次有资安的疑虑，那台湾在做资安的公司是哪公司？投资朋友，立端 Telegram 里面就写了这个会员持股啊。我说我昨天是不是在这节目跟大家讲，你在这个时候去买立端，你比正安买的还便宜，你知道吗？你还比谁？你还比台达电买的还便宜。正安跟台达电他们买的股价在哪里？我如果没有猜错，他们买的股价至少都在六十几块这里了啦，再低可能是五十几了，没有到四十几过啦。我没有看过立端这么便宜过啦。那另外一档网络安全的股票，我讲过嘛，瑞奇电通嘛，它比较高档，因为它都没有跌，对不对？所以它这边没有什么涨，我觉得也在合理接受范围。记忆体部分，哦，今天你看到，对不对？今天南亚科涨停板，对不对？这我都不多讲了。远端教学、远端工作，对不对？伺服器很重要，公司最近伺服器坏掉了，对，你会知道伺服器有多重要哦。这我们都不多讲了，都行程这都讲过了，好不好？全面启动股票、期货、股票加期货，包括今天我告诉你，小试一下身手。赚个几十点，那真的没什么。我们希望能够每次出手赚几百点，那这心太大了。因为震荡不会每天那么大，好不好？赶快把握这个机会，跟我们跟我们现在的人做联络，祝大家操顺利。